去网络行销旅游吧，最主要是结交朋友。一方面结交朋友也是为了拓展业务啦。那一般人来讲的话，拓展业务如果说直接跟客户直接介绍产品或是去推销产品的话，会有压力。那先以结交朋友的心态，当一个农夫，好好去耕耘人脉的部分，包含说新朋友的一个人脉，也是可以将来也是可以成为你的一个人脉。所以先以结交朋友的心情去跟着朋友出去玩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网络行销旅游版，赞。